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红冰他还是 OK， 所以没有你们想要期待的看他喝醉酒的样子，应该不会有。你也不要喝多，否则他们真的是看笑话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对啊，今天就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要喝多。群长，你别警告我，我又不会公益的，我分多的是，别警告我，我只是感谢一下兄弟啊。我刚被群长警告了，真的。被谁？被那个领导，就是那个官方那个。就是他这个、这个评论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但只会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忘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的什么样的风啊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， 就有 red roll。今年的那夜，不过这海夜 ，scuffle la la， 不过是个白啊。只有放放放才能酷，男人你不要笑笑。我穿着喇叭裤，爆炸头在往前风，我左右摇摆，身前一指神功啊。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，黑色幽默，我努力存在。我每次唱这首歌都能逃脱扣分的风险。知道不知道？我先看一下我扣不扣吗？我先看一下我扣不扣。你刚刚又说了什么不好的话题呢？没有不好的，我就报了一下微信号。我先看一下我有没有扣分啊？主播中心在哪个位置？现在好，没有扣分。I love you， 是你给我带来好运。平时这个时候我都扣分的，扣分就像驾照12分，扣完就没了。喂，我嘛，我这里有个老板问你，就是你这里他一个飞机一杯啤酒接不接？一个飞机一杯，问题是不划算。老板人这边90一杯，你一个飞机100块钱一杯，然后我到手30那个。价格就帮你付了，然后一个飞机一杯。我只喝轩威，我现在不能喝混的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就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一个飞机如果说。一杯，不要喝，你喝多了万一搞事情，就是他们想看到的。你要喝的话，我请你喝了，就不要搞事情了。就是你，我这里有个大哥又问你，你喝不喝？你喝的话，那么我就让他过来刷了。这样吧，你让他刷一个超火。等一下。实惠点。我们实惠一点，好吧？你要点一啊，我这啤酒算个屁酒啊！就说这样，兄弟，你这样，你让这个老板帮我把一瓶轩威买了，我这瓶轩威立马干掉。我因为他说只喝那个啤酒，只喝啤酒，100一百上，我怎么玩啊？根本你就看你能接几个飞机啊！神经病，万一喝多怎么办？喝多要搞他们观众不就想看这个？这样，我现在有一瓶满的轩威。我最讨厌喝啤酒，啤酒胀肚子呀。你跟这个老板，你跟这个老板说，我现在喝啤酒，我刚喝了洋酒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喝啤酒，我是能喝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，
他那个啤酒另算的话，他都要买到一千多，一样的。不，你现在先说你喝接不接，接的话他先刷，然后你喝一杯。就是说啤酒那个账单另算的吧？是吧？那就说我先喝第一杯，对吧？嗯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来吧。你别喝了，有事情，你有事情的话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好，好。你确定吗？你不要喝了，有事情啊。喝酒没关系，你别喝了，有事情。不会有事情的。你确定啊？不会有事情。你先答应不要出事情，万一出事情的话，这个就这个啤酒不会出事情吧？确定这个？不是，他喝我就觉得他，人家是花钱看你买乐的，你确定你 OK 吗？你确定能不能喝？你给他喝个一杯应该没事。没问题啊，我都喝了轩逼了，我管他三七二十一啊！真的要喝黑啤喝？不，他喝没事，别出事就是好了。我现在先第一杯喝下去啊，我怎么那么屌？轩逼啊！刚刚你们懂的，南方酒量低，谁能与我匹敌？但是我只怕点播的人他刷不起，我操！我就一直喝，你三千五千能刷得了吗？你跟我来一百一百的上，好，三百我喝掉了，你拍屁股走人，你玩个屁啊你！喂，那个老板现在在你直播间，他说这个不行，他说你这个是喝了，这他妈的个屁的老板！这不是啤酒，他说的这不是啤酒，那怎么算是啤酒？不是。我的妈呀！但是这个啤酒，这个墨是会在上面的。那个老板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的妈呀！我真的，我他妈要你，不是要你老板买个单，真的难呀！他妈的跟我吹毛求疵那个，我真的难呀。老板现在那个他说了，那个你接不接？这是啤酒。我接，但是我只怕他穷逼，我假设只怕他穷逼，他搞不了，他故意吹毛求疵，知道不知道？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？啊，现在这个是不是？你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是不是？现在这个是不是？妈了个逼，穷逼！我操你妈！不是。你他妈穷逼，你他妈点个屁的活！等一下，超管，你他妈玩不起，你玩个屁啊！啊，超管，我刚刚只是我不接电话了，刚刚是对方打过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就有个人点播，他妈的，我喝那个什么黑啤，他妈又要放歌了，烦死了，真的。哎，你别那个盯着我。
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见你个快乐。